34岁宝岛综艺天后小 S 徐熙娣，自从2005年9月闪嫁大9岁富商徐亚军之后，两人在台北文华东方酒店举办隆重婚礼，一众圈内好友受邀见证幸福时刻。婚后小两口不设防，积极开启造人大计，分别于2006年、2007年、2012年诞下三位千金希文、韶恩、希恩，为许家诞下三名女儿的小 S 虽说饱受婚变传闻及老公私生子风波困扰，但她并不以为然，不时在社交网分享女儿们的近照，享受亲子温馨时光。5月9日下午，小 S 上线在其个人社交账号分享一组参加聚会的九宫格照，并附文称昨晚很开心，尤其跟我最美的妈妈一起 party。 据悉昨晚八小 S 与陶喆、王力宏、陈建州、康康等艺人参加共同好友的婚礼，现场星光熠熠，热闹非凡。曝光画面中，只见辣妈小 S 身穿一袭黑白拼接色深 V 晚礼裙，微微露出事业线，风韵十足。画着精致妆容的她，皮肤白皙紧致，唇红齿白，丝毫不像是一位三娃之母。本月初四，小 S 曾发文自曝摘隐形眼镜时不慎弄伤眼睛，不得已只好以独眼龙之姿开工录节目，惹粉丝们心疼不已。单从今次参加婚礼照片来看，想必已经痊愈恢复如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晚宴上除了小 S 母亲黄春梅现身之外，膝下三女儿亦是一一出镜，但徐亚军缺席。从小 S 分享的女儿们近照来看，三姐妹皆已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实现颜值逆袭。首先露面的是徐老大及长女阿里许希文，只见她身穿黑色吊带连衣裙出镜，俯身拍照时外面披上一件西装皮衣。今年已17岁的阿里较同龄女孩成熟不少，早前出演梁静茹电影宣告出道当艺人。在三姊妹中，长女许希文最像妈妈，五官长相神似年轻时小 S， 母女宛如饼印。15岁次女莉莉许绍恩与11岁幼女 Alice 许希恩则是同框出镜，前者身穿黑色抹胸晚礼裙搭透明薄纱外套，一双细白大长腿十分瞩目，许老三则是淑女造型穿搭，带着发箍，脸蛋肉嘟嘟，尚有些婴儿肥。评论区下方不少粉丝纷纷夸赞小 S 三个女儿的美貌，尤属许老二 Lily 点赞数最多，离我浅笑模样太甜了。她与姐姐 Ellie 年纪轻轻已拍摄多部时尚杂志封面，未来可期。事实上小 S 曾在内地节目自曝老二少恩幼时最不得宠，就连当妈妈的她都自认偏心，忽略了对次女关爱，上有姐姐下有妹妹，排行尴尬的许少恩并未因母亲的偏心而失去自信，相反她是三姐妹中最乖巧的那一位，如今优秀长大成人，令小 S 欣慰不已。图片来源网络清泉碧山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